别，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有一点灰灰的感觉，因为一般的牛仔裤都是黑色，然后感觉脚很重，又很硬又很热。再来它是有弹性的，肚围呢也有一颗半的拳头，所以各位要挑尺寸，请你买自己的尺寸就好了。屁股的部分更不用说了，因为难得有黑色牛仔裤，绝对腿长，它的长度不需要做修改，小资女生、高个女生都可以穿。然后New York身高是161公分哦。